啊，你来引导我攻击。在灭火器前面。灭火器前面，你这，哎呀，会跑哎、欸，哇，跑得好快。来，你引导我攻击。来，有蟑螂哦，不要偷吃它哦。用在你后面。来，你。啊，四脚朝天的了。我这样子，你的一脚。对，我四脚用一脚，四脚朝天。好，压制，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锵锵。好。对，我的一脚就四脚朝天。你用扫脚把它扫翻了啊。它扫翻，它就爬不起来。对啊，然后现在要清理现场。我们压制了一只蟑螂。其实扫脚蛮好用。扫脚，我跟你讲，扫脚是脚蹬。脚蹬这样扫一下，扫起来就倒了。他这个翻的四脚朝天。对呀、啊，我都看不到，看不到就。可是四脚朝天，他挣扎很拼命挣扎，他的生命力很强。那你把他的动作长点，那他就失去战斗力，但是他活着。你是把他的动作长点，要消毒一下。有，我这是一杯消毒水。我习惯他用消毒水喷一喷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打的呀、啊，这个就打的，要消毒一下。对呀、啊。他身上都蛋白质的。他那个蛋白质是很优良的蛋白质哦。你怎么会说很优良？优良啊，他很多抗体啊，不知道他怎么死。蛋白质啊，你看。他身上有蛋白质。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优良的生物啊。有人说蟑螂、臭臭的味道可以吃，这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它就跟蝗虫一样嘛。就炸一炸蛋白质，它的蛋白质自己都加。人家说它蛋白质丰富，是高优蛋白质高优质蛋白质，吃蚂蚁一样啊，你什么没得吃蚂蚁也是蛋白质啊，它的铁质很多啊。你有吃过蚂蚁？我爸爸说的啊。你也有吃过？我记得我也有吃过蚂蚁。好，现场处理完毕。是面包，面包蚂蚁。哦，面包蚂蚁，就面包上面的蚂蚁。对。我不小心把它吃下去。哦，那也没怎么样啊。不会怎么样、啊。吃下去应该不会怎么样。噔噔。第一次看过这么大蟑螂被干。啊，表示说你看这边营养多好。啊，这是美国蟑螂。这不是什么德国蟑螂，我分得出，这是美国蟑螂。哇！再给它加一点，有，好，要加一些杀虫，好，把它丢下去，然后呢？哎，最后人，你这样算杀了它？你看这个药水味好重哦。对。你算杀掉杀叶啊？算这个账算我的了，那不会跟你要，你只是扫他嘛。他扫他，他没死啊，他只是翻掉而已。对啊，好，时间。其实你杀了很多老鼠。动2113。